那画的画嘛，那变态多端了。那火画的画不是心，而由心故画，心里画出来的。来显我们这个啊，我们这个妄啊，就是现在我们所这个妄心。你心里想的很多怪样子的哈，妄心所想的，由这个心显现一切法这个含义。不是显现的是断，就是显现的是长，就是折断。因为我们这个心呢，它所变现的一些形象，九灵菩萨呢要用这个画师啊来显示，来显示什么呢？显现我们这个心。是心画吗？是手画吗？而且调色那运卷或者运子，画出形形色色来。但是这个心呐，它不住的了，不住的了，心里头包括的很多的无量的这个形形色色的各种想法吧，才能表现出来，像那画师似的画现一切色。咱人这个心呐，也能变化种种样样的。但是你所变现的东西互相不相知，不相知。就是说你所变现的某一段时间的变现，每一段时间你的心里都不一样的。一下就解释啊，解释这个心画师。譬如工画师不能知之心，那个画师啊，他自己并不晓得他的心，就是他并没有了解他的心。说一切法，法不知法，法法的互相不应知，那他无心过，无心过。但是他可能顿现，可能顿现。就那个画师画画一样的，他不能知道自己的心，但是画可是由心画的。这让你去参悟一切法的时候，做拿我们个人想啊，你想，你想一个形象，这或者想个什么东西，这心里想啊，心里想不是事实啊，是假的呀，想的不见得变成真实的呀，变成了真实的还是假的，就心里想做个什么，你看雕刻匠，他拿那个刀子来刻一刻一刻，刻的佛像啊，雕的什么，他心里头是心指挥的手，手指挥他的心，心跟手合合的，还得有前头一个模子，不是自心所照的。说一切法都是入世产生的，法不知法，这个法本身他并不知道，他是无情的了，而由画师画出来的。说一切众生啊，都不能了到他自己的心呐，但是他所做的一些事儿呢，都是他心做的。这让我们认识我们这个妄心，对，我们心能现到很多境界。说在这个境界下，你不去攀缘，不必执着，没有实体的。但是呢，让你达到一个什么呢？不住，无住为本，所以就难死了，就难死了。
但是心能化，心能化，但是它不能知。所说的化的化也不能知心，心也不能知化。这一般的化是，是郎世宁化的马，那化的神了，对，还有那郑板桥画的竹子，竹子，他把那竹子画得很神，但竹子不是他的心，可由他心画。这个身体不是我们，是我们画出来的。那没有这个身，又怎么能显出来我们这个原念的心？说人心不同，如其面焉。大家看看吧，那好几百人，各个面孔不一样的，他的心，各个心呢不一样的。境，一切境界相是由心变的，离开这个心呢，没有境界相可得，境界相无体。但是没有心呢，又去圆念这些境界相。就攀缘这些境界相，就像这个心呐，像工画师一样的，画师啊，他不知道的心，但是画可是由他心生出来的，他心里也没有画，这要你去，要你自己去想吧。一些诸法的体呀，都如是的，原来是空无所有的。拿一张纸，拿点颜色就画出个像来，画出人物，画出山水就有了。有的不是实在的，还是个假的。只要思维修了，换句话就是参吧。为什么把觉林菩萨这个寄送，华严经的觉林赞叹佛这个寄送？在你读《地藏经》前面，都先读觉林菩萨的颂。那个地狱一切境界是心化的，心变现的，无量地狱相，是由心变化的。心变化的是实在是没有的，没有。但是一切众生受地狱苦难，它又是实在的。那个实在是非有的，是心所变化的。说谁心了要变化个地狱啊？那你心变化了，地狱变化很多。你造哪种业就变化哪种地狱。所以在《地藏经》上加个觉林菩萨的这个寄送。还有一种说呢，一个人，这是大德们这有神通的看到的呢。他堕地狱去了，到地狱门前说：“要人欲了之，三世一切佛。”本来他想念这个寄送：“要人欲了之，三世一切佛，因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藏。”因观法界性还没念出来，地狱就空了。所以把这个寄送读《地藏经》前头，一定印证住一个觉林菩萨记，赞叹佛的记。就是这一段的故事的原因，是吧？你要是不地狱苦，念念觉林菩萨的寄送吧，不要多，最后那两句，最后那个寄送，要人欲了之，三世一切佛，因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藏。觉林菩萨这个寄送，我每天念一遍的，大概可能有20多年了吧。24年了，到今年是24年了，因为我要念地藏经开始就念觉林菩萨颂。以前呢不怎么样注意，听华严经讲华严经讲这段时没怎么注意啊，念地藏经上开始注意了，每天念一遍，就经常观想你这个心，不能知道自己的心，而由这个心呢造种种的业，
每天你的思维一切行动离开心吗？也有离开的，什么呢？精神错乱的人，精神错乱的离开心了，那叫傻子。咱们经常说傻子，傻子老实一点，疯子嘛不老实了，疯了嘛那就他做种种的业了。你经常这样思维的想，这个心，就是观心法了。觉灵菩萨叫我们观心法的，观什么心？是因为它是空的。发了菩提道，行菩提心，千万别有些障碍，一切法先悟到它是空的，因为空它没有障碍了，你才能见了一切啊！你要怎么画就怎么画，如果有个障碍啊就不行了，你只能照葫芦画瓢，画不出别的来。画瓢可以，画山水啊，画人物画不出来了。就形容你这个心，叫你观你的心，主要让你观心。说你这个心呐、啊，心若工画师，能画住时间，无运息松伤，无发而不藏。这心妙到什么程度呢？色受想行识都是你心所造的，从心生的。何况世间呢？说世间相什么都能画得出来，画出来。但是心造的，是心造的，所以能照一切法。既然是这样子，你把你要是讲是讲经啊，或者说法，那你画去吧。三藏大藏经都是心画出来的，那是佛心画出来的，不是咱们心画出来的。地狱无量无边地狱，那是咱们心画出来的，众生心画的。世间的山河大地，一切事物全是心画的。无法而不造。那这个山河大地可不是一个众生心啊，无量众生心。在这个世界上住的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众生具体化出来的。有时候化风灾，有现在这次海啸，谁化出来的？自己化出来的。没有咱们啊，咱没化它，为啥呢？咱没受难，咱是有知道，知道。说这个心呐、啊，像工画师一样的，能够画世间，世间所有的形象，为心识所变，都是你的心识变化出来的。说天堂地狱啊，一个家庭啊，都是你心变化出来的，一个社会啊，大家看那个，他脑子在这想，他有财富，他又开个公司，他变了，变成公司了，变成公司公司资源，往这也开阔，那也开阔的，啊，发展多少家，就是一个想，他思想变的，有时变好了，有时变坏了。变好了呢，公司成立了，赚钱了，越来越兴盛，趁多少亿，全世界都有他的生意。变坏了，倒霉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就是业，业是祸，祸是心，心里一迷惑，出来这么多问题。家庭也入世，一切都入世。总而的一切法吧，都是你心所造的，就那画师画画的一样，他能画出各种的画来，但也有画的好的，画的不好的，画的好就名家了，像我刚才举了几个，画好的，好的有什么现象呢？如果是你家了摆着，过去古来人的所画竹子的，
所有画竹的名画家。嗯，你坐那在那画跟前，你感觉那个好像那个竹子清风吹动是一样的，有那么感觉，就是他的心感染到你。嗯，说郎世宁画的马，那马像活了一样的，越看越像那马就像活了一样的。就是他那个心呐、啊，他那个神呐、啊，就是神力，就是他的心力所加持的。嗯，为什么一张画几千万呢？几千万美金呢？对，嗯，这是说他那个心的造化的不同。嗯，有的画的画呢不值钱。嗯，不值钱，为什么呢？他画的心力不够。他的心不够，就不神。画画画的神态，比如说那画竹子的，啊，我给他做首诗，那是，重重叠叠上瑶台，那竹子的影子啊，重重叠叠的上那台阶上来了。几度忽头